苗栗县公馆乡农会农业跨年感恩法发通，今天邀请的菜市设立罗岗中心，在苗栗特色馆大馆旁，为大家看到为三十年无看到的农村景观，要乡亲来问起老头伯的农村生活。这个岗中心已打造一空，用太过于公斤的木棍，用铁叶造成。对一撮背三公尺暗角的棍棒，农民就讲对棍棒有一天的优良，带下危险对比争来，争对野菜对野果。清笋行业上个二两平平二切啦，吼、哦，个你莫切落去这边啦，穿插不齐，贴起来吼唔好严啊。个一切在上衣二脏，哦，莫脏唔多米样都废掉的，啊。了了风来就无济喂。公馆养龙鱼同菜地港中年的功夫陈行喜，同结下十年来就很得看到的对棍棒，在个问题间看到，我想起了解祖宗农村生活，物资唔丰用的时代，都做讲很用的用头脑，同外国哪类在个利用。变到讲，按做在囤草间，做在收获，做在米苗的时候，个还做在宠物吼。用途很广。为了为在国展现祖宗田中人的身份，公馆养龙会每位的初五举办农业跨年嘉年华的活动，除了现场会卖农产品，每位规划五批的农事体验，为民众乡下的人喝彩，参加了甘肃田中客家年节欢喜的气氛，学生们踊跃了苗栗报道。